你们也太专横了吧！米老师，我就知道您一定是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得提醒你们啊，支持归支持，要处理好和学习的关系。米老师，我觉得您现在越来越像个老师了。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贬我呢？我们爱你。米老师，我们现在还缺一个艺术指导。哎，米老师，大家呢放眼望去，觉得最适合就是您了。这么给面子呀？哎呀，那我可真够操心的了。哎呀，米老师，那你都当吴冕他们的名誉队长了呢。对呀，您不能偏心。行，一会儿就打铃了，赶紧上课去吧。哎，米老师，那我们放学可就到您宿舍了。你们也太狠了吧！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啊？哦，米老师，您一定是要和傅博士去约会吧？不许瞎说！快，去上课吧。哎，对了，米老师，这件事儿你先别跟男生说，保密啊。嗯，要保密。为什么要对他们保密啊？因为他们男生看不起我们。我们女生是想证明一下我们的实力。对。哦，你们是想给男生一个惊喜吧？什么呀？谁要给他们惊喜啊？那，你们不是要给吴冕他们球队助威吗？他们不需要我们。米老师，我们只是不想一开始就让他们打击我们。你想，如果他现在知道我们行动的话，肯定会不停地挖苦我们、讽刺我们。那这样，我们不都没有信心了吗？是这样的吗？是。哎，你说今天那些女生对我们的态度会有所好转？哼，小魔女那张脸拉得那么长，再拉就成驴脸了。哎，是小毛驴还是小魔女？嘘，他们出来了。豆豆，你要不要上去打听打听？没问题，靠我的，加油！妈呀，金豆豆，你有事吗？哦，没什么事。什么没什么事儿？你是想打探一下我们女生到底会不会去看你们男生练球吧？我明确告诉你，不会。我没有啊，我干嘛让你们女生看我练球啊？那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也会有这么夸张的时候了。哎，咱们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哎，冉冉，我跟你说，做事就得做得绝，我们得让他们绝处逢生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其实一般来说，对篮球宝贝儿的表演，主要是曲子一定要轻快，然后是动作一定要活泼。对别的吧，没有太大限制了。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加很多流行元素，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街舞啊，还有 rap 都可以加进去。哎，希儿，那你岂不是可以把芭蕾舞蹈的动作也加进去了？可以呀、啊，不过动作还是要有力一点，会比较好看，这样才能体现出篮球运动的精神嘛。哎，米老师，你看他们刚刚跳了好几场，每场音乐都不一样，你觉得咱们应该选什么样的音乐呀？你们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啊？哎，有啊，我最喜欢的 Butterfly 可不可以啊？那个是蹦迪用的吧，篮球场上能用吗？怎么不能用啊，又够酷又够帅的，咱们跳起来绝对一等一的。我觉得刚才 NBA 那个宣传曲可儿家族的 So Young 就很不错啊，轻松活泼，也适合我们中学生。我觉得应该用后街男孩的那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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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？如果用这首歌让他们打篮球的话，我相信他们命中率一定会翻几番。依你说，那还不如用周杰伦的歌呢。周杰伦怎么能行？他怎么能跟后街男孩比呢？你这才叫崇洋媚外呢！什么呀？你有没有品味啊你？客观点行不行？你少来！好了好了。哎呀，两位大美女，那就别吵了。米老师，
我觉得呀，应该专门有首歌是写给咱们队的，这样才够酷嘛。嗨，冉冉有创意，那不如这样，我们一起来作词，然后米老师你来编曲，行吗？好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在队歌还没有出来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一首先练习吧？我同意。哎，就先用搜样怎么样？好，搜样搜样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把我们家孩子给闹醒了，小点声行吗？可是跳起来吧，节奏特别对。先自己玩吧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你太过分了吧你，不行。再这么下去，我都毕不了业了。我得赶紧回去看书查资料啊。哎，那明儿练球的事儿你别忘了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忘了跟你说了，那个什么我不管你那个什么，反正那你现在有事儿你就先走吧，明儿见啊，拜拜。哎。标志，宽容、忍让、和善，什么意思呀？这是人性的弱点，你说的。下一条，不论你是一个男子还是一个女人，待人温和宽大才配得上人的名称，萨迪说的。再下一条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刘备。吴敏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还有更重要的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左传。还有，如烟往事俱忘却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陶铸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们需要齐心协力，不可内讧。吴冕，这又是哪个名人说的呀？吴冕。喂。哥们儿，你道过歉没有啊？当然道过歉了。哎，那你是怎么道歉的呀？具体细节你就不用问了吧。是不是力度不够啊？那你想什么力度啊？看着啊，东阳在上，奴才无眠。你才奴才。哎，老大，我看这回他们可能是真的 angry 了。昨天放学回家，我突然有灵感，想了两句。接着，是啊，快说说。啊，你们是矫健的雄鹰，翱翔在自由的天地。你这是歌词啊，全歌一个三十回。你去听他们讲什么呢？什么灵感呀，什么诗呀？
一个想当女诗人想疯了，瞧那一个两个痛苦那样。在写诗呢，无冕，男生最好不要打听女生的事。无冕，被你一问，把我问忘了。米老师叫你下午放学后去他办公室呢。哎，什么事情啊？现在不能去问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下午还要练球，哪有时间写诗啊？米老师，吴冕，我不是让你放学之后再过来吗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们副教练今天下午不来给你们训练了。啊？嘘，别激动啊。他呀，去四中那边给你们联系比赛的事儿。什么比赛啊？他说想让四中的野狼队跟我们的迪尔队赛一赛。啊？谁说生活十有八九不如意，可我内心的快乐春露不息。什么比赛啊？他说想让四中的野狼队跟我们的迪尔队赛一赛。啊？哈，迪尔球队，我们学校还有这样的球队吗？怎么没有啊？就是被那初三三班打的第二三班就跑球队啊。听说啊，现在都不敢在露天球场露面了。那还敢跟四中野狼队打？这不是瞎扯吗？你们说，学校应该阻止这样的比赛。对，这不丢咱学校的脸吗？到时候啊，输得连老爹都不认识老娘的场样了。你说什么风凉话呀？我们输了，你们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就是嘛，都是一个学校的，我们应该替他们加油才对啊。再说了，你们班有本事约野狼队打球吗？哎，我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啊，你眼睛没问题，是四中野狼队对阵五班。那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哎，老大，这个事比较有意思。四中的野狼队是去年联赛的前十名，就算是我们班，也很难和他们对阵。我看啊，是咱们几天没给他们上课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哎，他们是不是疯了？也许人家真的进步了呢。不过还真的有点奇怪，野狼队怎么会出来对阵五班呢？切，除非啊天降奇迹，不然他们不吃个大油饼才怪呢。打吧，非要亲眼看看你们五班死得有多惨。玉春，四中不是你原来的学校吗？想什么呢？啊，没想什么。走吧，该为晚上的家教做准备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以我们的聪明才智，别说一手了，十手八手不在话下，绝对没问题。正应验了那句话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独木一根难成林。好啊好啊，你那句说得好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独木一根难成林。哎，豆豆，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宣布一则消息，当然后面的海报呢已经写出来了，但是考虑到某些同学的严重近视，我再口头宣布一次，周六下午2点在室内篮球馆，我们迪尔队对阵四中野狼队，希望大家前去捧场和助威。好，大家听见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到底听见了没有？听到了。
真的听到了吗？听到到你耳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说了 N 次了，听到了。你闭嘴，我又没问你们。那你问谁啊？反正不是问你们。你问隔壁班，你去隔壁班讲台上问去啊。哎呀，据我们所知，连三班都不敢轻易的对抗野狼队，你们想输给野狼队几个球？哎，别长三班志气灭咱们五班威风了。我们教练说过了，要比就要和最好的球队比，哪怕是输了也提高一大截呢。同意，我们去给你们加油。好。奥尼尔又一次面对姚明，川当将皮球传给雷德。怎么样？那个动作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哎，刚才那人带球太快了，再来一遍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哎，我们比赛那天得有人来加油，尤其是那帮女生。今天上午在班里宣布消息的时候，那帮女生真是精神气人。要我说，吴队长，这事始终跟你脱不了关系。让你去道歉，你说你到了，可是一点成效都不见，人家还当我们是透明的。就是，到时候连个递水送毛巾的都没有。要是找咱班其他哥们服务的话，那也显得咱们在女生当中太没地位，太没 face 了吧？哎，我们得想个法子说服他们啊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不就是女生不理我们吗？我们死皮赖脸去理他们不就得了？问你。哎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分三步走也就不难了。第一步，脸皮厚点；第二步，脸皮再厚点；第三步，脸皮再厚点。哎呀，对呀，这样吗？嗯，加了跳音就好多了，是吧？嗯，可是我觉得这块词还是得改一改呢。嗯，怎么改呢？其实我觉得真应该把这些字母都去掉，换上我们迪尔球队的名字，还有迪尔球队成员的名字。米老师，我们现在不想这样，他们平时那么小看我们，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写歌词啊？就是的，米老师，你难道忘了那天我们对你说的保密了？好，为了改掉他们的大男子主义习气，我决定跟你们站在一起。耶！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开头可以是这样的：球队，加油！一二球队，我们爱你。哎，队长，周五我们真的要去集美中学吗？对啊，听说第二球队连校级球队都称不上，我们有必要跟这样的球队对阵吗？他们教练傅晓峰跟我们教练是朋友，不去情面上过不去。听说傅晓峰有些怪招，正好这个球队队员也很生猛，个个都很有个性，说不定很有潜力呢。我们在他们成气候之前，先去摸摸他们的根底，以后在联赛上遇见了，心里也有个数啊。哎，队长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过去玩玩。也别这么说，你忘了我们校队有个灌篮高手，这学期刚转学走了，好像去的就是集美中学。哦。老师，那教室您就用吧，然后得保管好仪器。好，放心，谢谢啊。好，不客气。节奏太慢了，软绵绵的，像
老太婆再喝喝。郝佳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个人认为音乐的旋律很抒情，也很优美，我还是喜欢的。邓阳，我想听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米老师，我也不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里找不到我们想要的感觉。我看得出来，你们都不喜欢这首曲子。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，但是我喜欢不代表你们也会喜欢，更不代表这首曲子就好。我想，我跟你们还是有距离吧。代沟！你瞎说什么呀，刘洋惠子？米老师才比咱们大多少岁呀，就有代沟？30年前20岁一个代沟，20年前10岁一个代沟，10年前5岁一个代沟，5年前3岁一个代沟，我们现在是2岁就是一个代沟。那你快叫米老师外婆呀，我敢叫。其实惠子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行吧，大家听听这首曲子。Dear 球队，勇者无敌。Dear 球队，我们爱你。Dear 球队，勇者无敌。Dear 球队，我们爱你。活那么心灵手巧，难怪傅博士会爱上您呢。瞎说，他怎么就爱上我了？米老师原来是女追男，你可真酷。我可郑重声明啊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。米老师，如果您确定傅博士不是您的男朋友的话，那我们可就……他在我们眼里可是很有魅力的。打住，打住！来来来，我再给你们上一课。你们是初中生，有些思想必须扼杀在摇篮里，听见没？可是我们还是要表达的。表达什么呀？表达我们女生的心声。什么心声啊？因为傅博士在我们心中实在是太有魅力了。My God！ 谁？我。傅博士，张毅。米老师在吗？米老师在吧？在。那我能进去吗？女生又要往歪了想，只要你不往歪了想就行。我往歪了想，你这么晚来我宿舍干嘛？你不打声招呼？不是，我要是先打招呼了，你不答应我，不就不好来了吗？不答应什么？哎，我帮了你，你也得帮我呀。我们班那帮女博士生，她得排节目，这你是专业的，你必须得来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嘴张那么大？你们班那个女博士生，你不怕他们见了我之后浮想联翩啊？那不可能，我都已经跟他们交代清楚了。怎么了？我有什么不对劲吗？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呀？等着你下半句呢，你都交代什么了？什么下半句？哎，你不请我进去喝个茶，总得让我进去坐会儿啊？行，你请进啊，这儿有两把椅子，任选一把。这总行吧？
刚才老盯着我干嘛？我在等你们下班去呢。我说什么？你得答应去给我们班女生排练。你的下半句呢？你怎么跟人家交代的？你想我怎么交代？你或者说你希望我怎么交代？我怎么交代？傅晓峰，你烦不烦？你讨厌不讨厌？反正今天我就先把话放这儿了。我去还是不去呢？得先看看你是怎么跟他们交代的。小峰同志，终于知道求人不容易了吧？哎，想当初啊，我求你去给我们班的男生练球的时候，你耍多大牌啊！可是到点我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是卖你哥的面子？那行，那你也把你哥电话给我。反正我没哥。主位传球，传球。传呢，卢卫球，阿秋，停停停，都过来，来过来。听我说啊，古龙飞进步很快啊，但是欠缺团队精神，等后天上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整，好吗？好，都不错，今天就到这儿。看什么看？怎么又都发蔫啊？别不争气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在人四中教练面前夸下海口了，说你们是一支很有潜力的球队，别到时候后天一上场让人给看扁了，连我一块儿给看扁了，看得扁扁的啊！不就是女生没来吗？有本事自己请去啊，是不是？副教练，还是你出面请米老师号召那帮女生给我们加加油吧。对啊，只有米老师对那帮女生说话才管用，而你讲话对米老师管用。哼，管什么用啊？人家要不是情愿来的，也帮不了你什么忙，说不准还喊倒彩呢。对不对？那教练这怎么办呀？没有人给我们喝彩，我们也打不起精神来呀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古语说得好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是你们得罪的人家啊，还得你们去负荆请罪啊。我先撤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教练再见。哎，历史的重担就落在我们的队长身上了。对。行了，其实我觉得说唱的风格也挺时尚的。你看，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金牛双子，说唱这种风格显得比较低俗，有点胡同味儿，不太适合我们阳光少年。我觉得那种其实你要找的人不在。莎莉，其实我觉得那个 rap 也挺好，还有新生说的都不错呀。咱们再可以加进去一点流行的元素，然后再把舞蹈好好排一排就可以了，你觉得呢？可以综合呀。对，哎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也应该再加一些流行的元素，然后咱们再把舞蹈好好的排一排。他走了，被咱们活活气走了。他不会直接去找冉人吧？冉人在心软。我早已心不软了，宝贝们，我搞定了，我们女英雄们有用武之地了。哪儿啊？三十二中。哎，怎么搞定的呀？我们家一邻居和我从小一起泡大的姐妹，她现在可牛了，是三十二中学生会的体育部长。他们学校下周日有比赛，所以呢，邀请我们所有的篮球宝贝去给他们加油助威。对了，冉冉。刚才吴冕要来跟我们说话。哦，那可能是他们要比赛了，希望有人喝彩吧。哎，吴冕，游说女生的事儿可是你的事儿，这可是大家一致同意过的啊。什么你的事儿我的事儿，都是我们大家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冉东阳不在，小魔女在，我也搞不定她。
哎，那我就更不去了啊。哎，老谷，大敌当前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据我所知啊，也就只有你才能搞定那小魔女。瞎说什么呀啊！小魔女什么时候被我搞定过呀？哎，那是谁把她给整哭的？小魔女哭过吗？啊，净瞎说，她能哭吗？心里在哭哦。气死去吧你！好了好了，老谷，一会儿就看你的了。哎，姑娘要看你了。行行行，放心吧，看我的吧，走。他们是哪天和人家比赛啊？不是吧，小魔女，毕竟是咱们班的事儿，你不会真忘了吧？你呀，肯定是为了男生的事情，而且是为了个别男生的事情，才会记得那么清楚吧？小魔女，你又胡说了。初三五班是咱们大家的，又不只是他们男生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冉冉，你就别绕了，你想怎么办吧？反正我是不会给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当篮球宝贝的。哎，是不是他们又来了？哎，无冕见小魔女在此，就把古龙飞搬出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今天非得把他给整哭。别过来，别过来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啊，没什么表情。他在冲你们笑呢。啊，对，有表情也是笑的表情啊。嗯，你那笑的表情啊，哦，提子，你可饶了我们吧！你那是笑吗？比哭还难看呢，自己看看吧。哎，你们想干嘛呀？你说啊，我们想要求你们女生去看比赛。真的？什么时候？明天下午。在哪儿？咱们学校。哪对哪儿啊？第二对野狼。我还以为是湖人对火箭呢。下去吧，等湖人对火箭的时候再来孝敬我们吧。我们几个代表我们第二队全体队员，真诚地邀请我们班全体女生前去为我们助威呐喊。真的呀？那就算了吧。你们男生去比赛，我们女生去顶什么用啊？我们只是形式和花瓶，不能和你们这些内容摆放在一起啊。就是啊，像我们这些小女生也入不了你们的男生的法眼呀。听说你们最近买新球衣了，个个穿上像模像样的。你们什么时候也开始和我们女生一般见识，当起花瓶了啊？其实嘛，只要你们球打得好，不穿衣服也无所谓。其实我们女生也挺想帮你们的，但是我们女生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呀，所以爱莫能助。请问转身离去就那么困难吗？磨磨唧唧的，一点都不像男人。我告诉你，邀请你们去是因为瞧得起你们。走，一群不识抬举。你们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们要为你们说出的话付出代价，并且后果很严重。他们居然还说我们不识抬举，太过分了。我亏大了，我一个劲儿的向他们卖笑啊！我古龙威什么时候落到过这步田地啊？我什么时候这么卑躬屈膝过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！谁要再给我提那帮女生的名字，我就跟谁急。嬉皮，哎，咱们刚才做的事有点太过分了。还过分？他们都说我们不识抬举，我们还过分？看来这帮女生只能是请米老师出来才能调解了。不调解，我跟这帮女生不共戴天。我估计啊，他们在走投无路之际会把米老师搬出来的。搬出天王老子也没用。可是万一米老师让咱们去怎么办呢？我立马肚子疼。我也肚子疼。我们所有人都得肚子疼。两个选择，一是我们单刀赴会，不管有没有女生的助威；二是聘请别的班女生给我们做拉拉队。哎，乔丹，你不是和隔壁班的女生关系比较好吗？你能不能去游说一下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。
好了，继续练吧。继续练。哎，你们班那些女生呢？嗨，别提了，我们把她们得罪了。怎么会呢？全校都知道你们班男生女生关系最好，你们怎么被她们得罪了呀？小女生嘛，就是小心眼儿。啊？嗯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说错了，我是单指我们班那些女生，不包括你们。由此可见，是你们的问题。就是。就算是我们的问题吧，现在大战在即，我们不能没有女生去助阵。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就把你们班那些女生给得罪了吗？不干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嘛！看咱们曾经四年半同桌的份上，请你帮一下我们吧，你千万别让我空手而归，这样我就太没面子了。求求你们了！你们班女生个个如狼似虎，我们哪得罪得起啊？就是嘛。其实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只是临时闹点小别扭而已。最主要的是，你们如果去帮我们的话，他们还会感谢你们呢。明白。你想啊，我们米老师是绝对不允许赛场上没有女生拉拉队的，他肯定会要求我们班女生去助威。他们不愿意去，不愿意也得去，这多难受啊！要是你们去的话，他们也就逃脱了。主观上你们是帮了我们男生的忙，客观上你们又帮了他们女生的忙，两边都得感谢你们呢。那我们试试吧。行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？哎，同学，你们该出去了，高中校队要训练了。如何？怎么样？一把就搞定了，就是好样。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走。谁让你们在黑板上乱写乱画的？小儿科吗？谁小儿科呀？你才小儿科呢！谁说你们了？你以为我们女生都是聋子呀？其实，吴冕刚才是看着古龙飞说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魔女。